哎，你这样快就吃，我要回家的哇！我等一下，这很丑哎。嗯。老公，他刚刚屋内没有潮，就不要给他奶声哦。那奶味都不行啊。等一下，不要开大门，热到你儿子。每一次当中都被人逗死，我就不信了，哼，这次我一定要一路高升，一路青云。上次就是。别按钮了嘞。嗯。别按钮。你这边等下打包了，我要丢了，这边要丢了。看这边。这么你不是吃那个先？吃哪一个先？吃这个吧，老五的。那我丢没？这个老五的。嗯。今天早上吃的。下午吃老五的了。多好吃啊！香香，这个不会磨的，这个还会，拿过来混一点。吃不到多了的嘛，好。我找个老屋子。
斑马明确。他们那地方好了又热了。嗯。中国最近在东家跟哪里那边不错。找到两个卖的了，那还有刘伟杰老师。上次你去第十三门刘良的家，你是啥？哎，你是民国，他做工有将周日当去生产就有哦，然后你也是放生产去了。那小的，那个，他可能要小的，他可能要小的。哪里的了？吃他的呀。哪里比较好吃啊？老吴的小弟的没有吃。他们不会以为那干波榴莲便宜便宜，其实那个种子酱到底也是没有多少肉的，也不是一样哦。很、嗯、好。他们两个人买了一几十块，这当然够够了。那么好张爸爸，吃完就会好啊，对啊，就有很大包。如果像奶奶做这个的事，还有快不过啊？一小时。嗯，你要300都不懂够吗？你做里面的肉啊？做里面的肉。我最怕是吃不惯了、啊。嗯。我有吃过那榴莲。那人工还没做的，那300的，人工还没做。我最担心是你们吃不惯了、啊。因为还没有试过人家。啊，这个很脏啊，脏哪里啊？你摸开，你剁，弄出来，用这个手指给剁到了，你看。老公，这个很脏的，你来，洗了什么？你剁过来吗？你剁过来。我刚刚没有的是榴莲罢了，直接脏了。哇，还一个那个奶都喷了。这是猫上我的。老公，你够了吧？这锅手机挺熟的。你看手，明天来吃。不能吃。我不要了，你说。我不要，变得脏了。刚刚吃两个都脏了。真帅呀！你看。嗯。人家至少都敢过来给你陪你去好，就是穿的来养的。嗯。回去。有看见十二页可以去找你吗？看得懂。我有点想念，你还记得你带我去吃的那个巴克莱吗？在那个哪里啦？妈咪，不要，我有点想念、啊。不要吃那个毛走掉，因为有时一个毛吃会吃人的。我们跟到楼下吃了，要跳上我的车了，那个毛。我要去见你了，看我了，呵呵，你没看了。
妈。